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年金限制篇。前面介绍是年金终止篇。好，年金限值呢，我们要介绍四类年金啊，如何来计算限值，分别是普通年金、预付年金、递延年金、永续年金。我们先来看一看普通年金限值，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后面的预付年金限值、呃递延年金限值、永续年金限值都是借助于。 普通年金限制的公式来推导而产生，所以呢，我们要先学普通年金限制的计算公式，那就已知普通年金来求限值，呃，我们是 P 等于 A 乘上一减一加 i 的负 n 次方再除以 i，当然这个一减一加 i 的负 n 除以 i 呢是年金限值系数。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公式是怎么产生的，啊，以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假设呢年金 A 啊等于一百。 当然是普通年金，i 等于百分之十，n 等于五，5, 呃，每一年计息一次。好，那么我们第一个 a 在第一年年末。好，现在呢，让我们把这样的五个一百，啊，每个 a 就是一百，计算到这里的价值。注意这儿是现值点，临时点。普通年金的现制点是在第一个 a 的前面那一期。好，那怎样能达到我们的一个要求呢？ 那我们可以利用前面所学复利现值的计算公式，那就是 P 等于 F 再乘上一加 i 的负 n 次方，这是知道 F 求 P 嘛？复利现值。现在我们可以看作是五个一百，我们一一的算现值，然后相加就是我们的普通年金现值。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一百往这儿算现值是算一年。 所以这个 a 呢，一百呢乘上一加百分之十的负一次方，那这个呢乘上一加百分之十的负二次方，这个是 3, 4, 负三、负四、负五。好，然后加起来嘛，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呃，最后的结果是一百乘上一加百分之十的负一加一百乘以一加百分之十的负二加一百乘以一加百分之十的负三加一百乘以一加百分之十的负四加一百乘上一加百分之十的负五。呃，这个依然是一个等比数列。 就后一项除以前一项都是相同的公比，按照等比数列求和公式，最后的结果就是一百乘以大括号一减一加百分之十的负五次方，再除以百分之十。当然，也可以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方法来产生这个结果。呃，比如说我把这个把这个呢看作是第一式，就这一部分看作是第一式，然后呢，我们两边左右两端都乘上一加百分之十。 依然成立嘛？所以左边就变成了这个 P 乘上一加百分之十。好，右边的话呢，每一项都乘上一加百分之十，呃，那这个幂呢就会升高一次方。你像这一项乘上一加百分之十，呃，就是一百乘以一加百分之十的零次方了，负一加一嘛，零次方就是一啊。因此这一项乘上一加百分之十就是一百乘以一加百分之十的零次方，也就是一百嘛。 好，呃，再去加上这一项，呃，我们乘上一加百分之十，哦，这个是一百啊，再加上一个一百乘上一加百分之十的负一次方，把这个幂呀、啊、升高一次方就对了。嗯、然后第三项呢，就一百乘上一加百分之十的负二次方，再加。 一百乘上一加百分之十的负三次方，再加一百乘上一加百分之十的负四次方。好，这样呢，我们变形完毕。呃，再用我们这个二式减一式，也能找到我们刚才这个结果。你看左边减左边，是不是就剩下一个 P 再乘以百分之十啊？好，右边的部分。 相同的项自动抵消，好，相同的项自动抵消。二是呢，剩第一项一百啊，这个是一百。而第一式呢，剩最后一项，好，那就是结果是一百，再减去一百乘上一加百分之十的负五次方。好，再做一个整理。 呃，把一百提到外面来，呃，再除以百分之十，就是我们这个 P 的结果啊，那就是一百乘以大括号，呃，一减一加百分之十的负五次方，再去除以百分之十，好了，这就是我们整理出来的结果。好，再把我们这个数字变成符号。 就产生了公式了，一百就是 a，百分之十就是 i，五呢就是 n，所以我们的公式是 p 等于 a 乘上一减一加 i 的负 n 次方，再除以 i 嘛。这就是我们普通年金现值啊，它的计算公式推导。好，前面写了 p 等于 a 乘上一减一加 i 的负 n 再除以 i，其中一加 i 的负 n 就是复利现值系数，一减一加 i 的负 n 再除以 i 呢，叫年金现值系数。 啊，它怎么表达呢？我们说了一规则，已知谁，谁在分母上。我们这是已知 a 是吧？求谁呢？谁在分子上？已知 a 求 p，所以这个系数呢叫 p 杠 a i n。我们前面学过 p 杠 f，那是已知 f 求 p，现在是 p 杠 a 就是已知 a 求 p 啊，大家注意一下。呃，这个 p 杠 a i n 呢，就是年金现值系数，当然也就是普通年金现值系数，它的原身。 1> 是一减一加 i 的负 n 再除以 i，啊，当然，呃，它也叫一元普通年金现值，因为当 a 是一块钱的时候，我们这个 p 啊刚好等于这个系数，呃，所以它叫一元呃普通年金现值嘛。好，大家注意，它和前面所学的普通年金现值系数，二者互为倒数吗？哎，二者没有倒数关系。我们前面的普通年金终值系数是。 呃，一加 i 的 n 次方减一除以 i，而这个年金现值系数呢是一减一加 i 的负 n 再除以 i，所以两者是没有倒数关系的。大家要注意，复利终值系数和复利现值系数互为倒数。呃，年金现值系数和年金终值系数是没有倒数关系的。好，我们要多练一下啊，这个呢，呃，公式啊，其实就是要多用，你才能够掌握它。 啊，这是我们推导的普通年金现值啊，它的计算公式非常重要。后面的预付啊、递延永续啊，是借助于它来推导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教材的举例，这个是一杠五，5, 一个投资项目于二某二二年就念成二零二二年吧，年初动工，假设当年投产，自投产之日起，每年末可以获得收益四万元。好，从第一年年末。 就能获得收益四万元，每年都是一样的。按照年利率百分之六，仅计算预期十年的收益的现值，那就相当于，呃，普通年金，n 是十，因为是十个四万嘛。让我们算现值。好，所以 a 等于四万，呃，i 呢等于百分之六，我们 n 呢是十，让我们求 p。 这是一个普通年金，好，按照普通年金现值系数来算嘛。好，那我们是用四万乘上一个 P 杠 A 百分之六六，然后去查这个 P 杠 A 百分之六六呢，呃，查询是七点三六零幺，再乘以四万的结果是二九四四零四，这就是未来十个四万相当于现在二十九万多，当然利率是百分之六了。 也可以用定义公式来算，就是四万乘上一减一加 i 的负 n 再除以 i 嘛，就四万乘以一减一加百分之六的负十次方再除以百分之六也是可以的。好了，这是一个教材的举例啊，呃，求普通年金限值。那下面，呃，就是我们归纳一下普通年金限值的计算公式，大家既要掌握定义公式，也要掌握按照系数来计算。 它定义公式是 P 等于 A 乘上一减一加 a 的负 n 再除以 i，然后呢，系按照系数的话就是呃 P 等于 A 乘上 P 杠 A i n。AN、好，这是关于普通年金限制。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呃其他的年金限制，我们介绍第二项预付年金限制。呃，这里面有两个公式啊，都要大家都要掌握。公式一呢是用同期的。 呃，普通年金限制，在他身上再乘上一加 i，因为预付呢比普通早了一期嘛。公式二呢就是期数减一，系数加一。那我们来做一个推导，先看公式一的推导。假设 n 等于五的预付年金，我们求现值就是这个样子啊。第一个 a 啊，呃，这儿有一个 a 啊，呃，在零时点，一二三四五，n 等于五嘛。现在让现算限制上到这儿啊，注意这儿。 这个零点就是限制点，所以预付年金的限制点呢，呃，它的第一个 A 啊，呃，就在限制点，跟普通不一样。那现在我们怎么样计划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呢？我们可以借助于前面所学普通年金限制。哎，我可以把这五个 A 呢，我再往前算一年，就算相当于算普通年金限制吧 因为普通年金现值它的现值点是在第一个 A 的前面那一年，对吧？所以我直接套用，呃，五期的普通年金现值的计算的话呢，相当于把这五个 A 啊算到负一年了，就是零的前面那一年，就是负一年，这个没问题吧？好，然后呢，把这儿的资金款项呢再往后面换算一年，大家知道从前往后算算终值，呃，所以负一的这儿的资金呢。 我们往后算一年是算终值，这个当然按照复利终值了，因为本身第一步把这五个 A 呢已经变成这个负一这个时间点的一笔款项了，是吧？所以第二步是算复利终值。好，按照计划来完成。那么我们最终的结果，这个 P 啊，呃，第一步呢是五个 A 算呃普通年金限制，所以 A 乘上一个 P 杠 A i 五嘛。好，当然这笔钱在哪里呢？这笔钱在负一。 而我们的目的是要算到零时点，所以负一相对零呢是它是变成 P 了，让我们求一年以后的 F。那你已知 P 求一年以后的 F，当然要乘上一加 i 的一次方，再乘上一加 i，就是我们的结果。好，这就是我们算 n 等于五的预付年金现值啊，它最后的结果。然后再把这个五呢换成 n，就是我们计算公式啊，通用的公式。 所以，a 乘上 p 杠 a i n 再乘上一加 i 就是我们这个 p 啊、呃、现值。好，这样的话呢，呃，大家就得了一个得到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算 n 期的预付的现值啊，我们只要用 n 期来算普通现值，在它基础上再乘上一加 i 就可以了，因为预付比普通早了一期嘛。这就是我们公式一的一个推导。好，再看公式二的推导，我们依然是以 n 等于五为例来说。 好，这是第一个 a 吧，后面还有四个，一共五个 a。我们现在算，呃，到这儿，注意这儿是限制点这个位置。呃，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就是把这五个 a 呢分为两组来算，这个零时点这个 a 呢单算，然后后面的四个 a 呢我们作为一组。这样设计的目的，这样设计的想法是思路是，因为这四个 a，我算到这儿的话呢，就是我们前面所学的呃普通年金算限值啊。 而这个 a 的限值就是 a，因为它本来就在限值点嘛，直接加上就好了。好，我们来实现一下啊，就是这个五个 a 啊，算限值啊。我们是，呃，这个 a 呢单算它的限值就是 a 嘛，然后这个呃四个 a 的话就是 a 乘上一个 p 杠 ai 五减一，a, I, 1, 就是四个 a 嘛，五减一。好，经过整理，我们就是 a 乘以大括号里面是。 p 杠 a i 五减一，好，然后呢，再加上啊，再加上一个一啊，再加上一个一，把 a 提到外面来，就是 p 杠 a i 五减一啊，再加上一个一，好了，这就是我们的结果。呃，现在我们就把这个五呢换成 n 就好了，那就是 a 乘上 p 杠 a i n 减一再加一。好了，这就是我们通用的公式。 P 等于 a 乘上 P 杠 a i n 减一再加以，好，简称叫期数减一系数加一。所谓的期数减一呢，就是我们 n 期的预付的现值啊，我们得用 n 减一期的 P 杠 a 的系数。这个 n 减一呢叫期数减一，那 n 减一这个系数呢还要再加以，呃，这是体现为系数加一，所以。 这一部分相当于是 n 期的，呃，预付年金现值系数，呃，它是由 n 减一期的 P 杠一的系数再加以构成的，简称叫期数减一系数加一。大家在掌握这公式的时候，就这么来掌握口诀嘛，期数减一系数加一。而我们前面呃说这个预付年金终止的时候呢，我们说期数加一系数减一，呃，这个呢，呃，有对称这样一个这这样一个特点。 所以你中值的话就是期数加一，系数就减一，是吧？限制的话呢就期数减一，系数加一，呃，多做一做就好了。好，这就是我们推导的第二个公式啊。回到这儿来，公式一，公式二。公式二是期数减一，系数加一。公式一呢也好记，同期的是吧？普通现值再乘上一加 i 就可以了，因为预付比我们普通早了一期。另外，P 杠 A i n 乘上一加 i，还有 P 杠 A i n 减一再加一，I, 都叫。 预付年金现值系数，但是考试呢，它不会直接给你预付年金现值系数，他会给你呃普通年金现值系数，然后你知道二者的关系就可以了。呃、我们 n 期的预付年金现值系数有两种表达，一种是呃同期的普通年金系数再乘上一加 i，一种是期数减一啊，期数加一。好，这就是我们预付年金现值啊，两个公式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大家多做一些题目就好了。 好，呃，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一道单选题，来巩固一下。已知 P 杠 A 百分之八五是三点九九二七，P 杠 A 百分之八六是四点六二九，P 杠 A 百分之八七呢是五点二零六四。则六年期折现率为百分之八的预付年金现值系数是多少？好，n 等于六啊，i 等于百分之八的预付年金现值系数。呃，我们有两种表达。 一种是用同期的，就是六期的 P 杠 A 再乘上一加 i，那就是用四点六二九再乘上一加百分之六，就是我们的结果嘛。当然也可以用期数减一，系数加一。呃，既然我们 n 等于六嘛，所以应该用 P 杠 A 百分之八五这个系数再加以。那好，那就是三点九九二七再加以，那结果呢是四点九九二七。 当然，刚才你用四点六二二九乘上一加百分之八也是一样的，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呢是 C。好，我们要选择 C，这考察我们预付年金制的问题。好，再来看一道题，这道题是一个多项选择题。某公司取得三千万贷款，就现在取得贷款三千万，六年期，利率为百分之十，每年年初偿还等额本息，等额本息的话就每一年。 还的是一样的，则每年年初应当支付多少呢？那就相当于，呃，我们从第一年年初开始，按照年金等额本息来还，那六个 A 的现值啊，刚好等于三千万。这个 A 呢，它是预付年金。好，那我们立个关系吧，就是，呃，有两种方法，对吧？第一个呢，就是 A，我们乘上一个。 P 杠 A 百分之十六，再乘上一个一加百分之十，就用我们公式一嘛，这样刚好等于三千。这是我们第一种做法吧。第二的话呢，就是 A 乘上一个，呃，我们 P 杠 A 百分之十五期数减一嘛。 系数再加一，这样也等于三千万。所以不难看出，我们这个每年年初支付的，呃，这个等额本息啊，我们可以用三千去除以它俩相乘，也可以用三千除以这一部分，都是可以的。好，我们来对对绕一下啊。咱们多选题是，呃，至少有一个错项，一共是五个选项。 那正确答案是二到四，我们一个一个对啊，多选题嘛，必须逐一啊都要审核。A 是三千除以 P 杠 A 百分之十五再加一，哎，这个 A 呢正确，就是我们下面这一个。我们再看这个 B，三千除以 P 杠 A 百分之十七再减一，这个错了。C 三千除以 P 杠 A 百分之十六，他说是除以加百分之十，这个错了，应该是三千除以分母。 P 杠 A 百分之十六，再乘上一个一加百分之十，所以 C 呢计算错误。好，再看 D，再看 D，三千除以 P 杠 A 百分之十六，再乘上一加百分之十，哎，这个对了，这个就对上了。然后 E 呢，三千除以 P 杠 A 百分之十八，这个错误。好，这道题呢，我们经过分析啊，A 正确，B 错误，C 错误，然后 D 正确，E 错误，所以答案选择 A 和。 啊，我们要选择 A 和 D。好，这是这道多选题，考察我们预付年金限制的相关问题。我们选 A、D。好，呃，这是第二项年金的限制，我们讲完了预付年金限制。再看第三项年金的限制，也非常重要，叫递延年金的限制。呃，这里面我们介绍三个公式，我们通过推导，让大家对公式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呃，三个公式都要会啊。我们先看公式一，我们就以 m 等于二，n 等于五为例，来推导公式一。好，我们 m 等于一，呃，n 等于五，呃，递延、呃、年金那肯定是第一个 A 呀、啊，它是在第三年的年末。我们每一期啊就是一年嘛，所以第一个 A 在这儿啊，这个呃不是呃这个这个颜色。 它不太显啊。好，那么我们第二个 a 在这里，是吧？第三个 a 在这里，第四个 a 啊，第五个 a。好，我重新标注了一下。这叫 m 等于二，n 等于对吧？第一个 a 在第三期的期末。现在算现值，注意了，既然是 m 等于 n 等于五，这个年金算现值啊，它的现值点在哪里呢？在这儿。注意这儿是现值点，因为 m 等于二，n 等于五啊。 也就是说，要求我们把这样的五个 A 算到零时点，这叫求 M 等于二、2, N 等于五的 D 零零限值。好，我们讲三种方法，现在讲的是方法一嘛。方法一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们这五个 A 直接按照普通年金算现值，那是把资金呢算到了第一个 A 的前面那一期吧，那就是在第二年年末，对吧？ 你看，我们普通年营限值点啊，在第一个 A 的前面那一年，所以呢，你直接拿 a 乘上 P 杠 A 的话，呃，这个 i 五的话，它就到这儿了，到第二年年末了。好，但是我们的目的是算到零点，对吧？所以这个二这个时间点的价值呢，再往前算一年，呃，二是在零后面，所以往前算到零点的话，是算复利现值，按照 P 杠 F 这个系数来就行了。 因为你第一步已经把五个 A 变成了一笔款项，所以我们是分两步来完成。好，大家看一看下面的一个呃注释，呃，我们第一步算五个 A 的现值，按照普通算现值啊，就是 A 乘上 P 杠 A I 五。好，这笔钱在哪里呢？在第二期的期末，所以我们只要按照 P 杠 F 的系数就算到零点了。我们乘上一个 P 杠 F I 二，就这个第二步它相当于是一个 F。 f 再乘上 p 杠 f 就是 p 吗？哎，p 杠 f i r 两期，嘛，对不对？这样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也就是这个结果就是 m 等于 2，n 等于5的递延宁静啊限值。呃，把这个 l 二换成 m，这个五呢换成 n 就行了。所以 p 等于 a 乘上 p 杠 a i n，再乘上一个 p 杠 f i m，就可以。好，这就是我们的公式一，在这里。 虽然递延年金现值的方法一啊，A 乘上 P 杠 A I N，再乘以 P 杠 F I M，它的这个计算思路呢，就是把 N 个 A 呢先折到递延期的期末，然后再按照复利限值到我们零时点。所以你这么一想的话，就能够写出来它的计算公式：A 乘上 P 杠 A I N 再乘上 P 杠 F I M。好，再看公式二。公式二是这么设计的，我们要借助于普通年金现值的公式来推导它。 呃，因为普通年金它的 A 呢，呃，第一个 A 是从呃第一期期末开始，而我们是从第三期期末啊。因为这个，呃，这个啊，咱们这样的这五 A 呢，它不太显啊，我就重新给大家标注一下。好，那我可以在这个递延期啊，它缺少这个 A 啊，我给它添上，先加后减嘛，就有点像数学上做辅助线一样。 哎，我们在这儿补一个 a，这儿补一个 a，这样的话，从整个期间呢就变成七个 a，是不是？这可以按照普通银算现值吗？所以我们可以先算七个 a 的限制，当然这儿是限制点，然后呢再扣掉多余的两个 a 的限制，就是我们五个 a 的限制，对不对？就这个思路嘛。而且这两个 a 算限制，它也是按照普通银算限制啊。 好，我们看一看啊，P 等于什么？a 乘上一个 P 杠 a i 七，七呢就是二加五，再减掉 a 乘以 P 杠 a i 二，啊，整理以后 a 乘以大括号 P 杠 a i 二二加五，2, 2 5, 再减 P 杠 a i 二，这个非常好懂吧？好，再把这个数字变成符号，就是一般性的公式了。那么二就是 m，五就是 n 嘛，所以我们第二个公式出来了，a 乘上大括号 P 杠 a i m 加 n。 再减掉 p- a i m，这个公式二的计算思路啊，就是把递延期呢补齐，算 m 加 n 个 a 的限制，再扣掉 m a m 个 a 的限制，那就是 n 个 a 的限制，是这样一个思路。好，公式二 p 等于 a 乘以括号里面是 p- a i m 加 n，再减去减去 p- a i m，啊，这是公式二的推导。好，我们再看公式三。 呃，公式三呢，就是依然是 M 等于二，N 等于五来提导啊。呃，就是这样的五个 A 是吧？啊，这样的五个 A，我们同样呢，呃，标上面去，大家看得更加醒目一些啊，醒目一些。这样的五个 A 呢，让我们算到这儿，注意这儿是限制点。好，我们的思路是先把这五个 A 按照普通年金算重。值，那不就是算到这个点了吗？ 这叫终点，对吧？终点，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啊，就是，呃，第一年年金这个 M 等于 N 等于五啊，这五个 A 算终值啊，那其实就是按照普通来算就行了，是吧？A 乘以 F 杠 A，呃，I 五，所以第一步 A 乘以 F 杠 I 五，5, 就把这五个 A 呢换算到七这个时间点了，但是我们的我们的要求是算到零时年，对吧？好，没关系。 把第七年末的这个资金啊，呃，按照复利限制，算，再回到零时点就可以了。哎、呃，注意是复利限制，因为你第一次呢已经把这五个 A 呢换算成一笔款项了，是吧？第七年的一笔款项，所以呢，我们再回到零点的话，相当于按照复利限制来嘛。这个对于第二步的计算来说，相当于是 F，F 乘 F 以 P 杠 F，i 七嘛，七就是二加五。5 这样就是我们这个 m 等于 n 等于物的限值啊。好，再把五换成 n，二换成 m，就是公式三，p 等于 a 乘以 f 杠 a i n，注意是 f 杠 n，再乘上一个 p 杠 f i m 加 n。呃，求 d n 零零限值的公式三啊，我们就推导完了。这个计算思路是什么？是先把 n 的 a 算中值，然后呢？ 呃，计算到 m 加 n 年的年末，或者说 m 加 n 期的期末，然后呢，再往前复利 m 加 n 年。所以呢，前面的计计算结果基础上，呃，当然需要乘上一个 P 杠 F，i m 加 m，这叫先退后进。好，我们看看公式三吧，就是 P 等于 A 乘上 F 杠 A n，先算终值啊。 退到终点，再整体往前，m 加 n，所以乘上 p 杠 f，i，m 加 n。呃，思路呢非常非常重要，万变不离其宗啊，把握原理是最核心的。所以这三个公式大家都得会啊，它可以考任何一个。你看它给定的系数啊，条件，对吧？你使用，哎、呃，这任何一种方法，它三个公式都可以考，就看它给什么系数、啊。 你就使用相应的这种方法就可以了。好，这是求递延年金限制啊，我们的三个公式，注意它计算的思路，我们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推导。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呃，教材的举例，这是教材的一杠六。某企业向银行借了一笔钱，银行贷款利率啊是百分之十，每年付利一次，银行规定前十年不用还本付息，前十年不用还本付息。 呃，从第十一年开始，每年年末呢，还本息五千，等额本息。当然，还到第二十年年末，那就是十个五千嘛。请计算这笔款项的现值，就从第十一年年末开始，连着十个五千，相当于现在多少价值？就这个问题。好，呃，我们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时间轴的情况。那么，找到一个。 找到第十一年年末是吧？好，第十一年年末，我画的不是很标准啊。从这儿开始是吧？从这儿开始，好，从这儿开始一直到是吧？我们一直到二十年年末，我画的不是并不是很标准。所以第十一年年末呢，它就要还五千，然后后面是几个五千？哎，十个五千，一直到二十年年末嘛。 好了，那很显然，m 呢是等于十，前十年是空着的呀，因为我们这个 m 加一呢等于十一，所以 m 等于十，n 呢是十，当然 a 呢是五千、啊，利率 i 呀就是百分之十，现在让我们求，哎，求这个限值 p 嘛就可以了。我们讲了三个公式，三个三种方法。 好，大家看看啊。方法一呢是把这十个五千直接按照普通年金算现值，那是算到了第十年的年末，所以 A 啊乘以 P 杠 A 百分之十十，这个是在第十年年末的价值。再到零点的话，再乘上一个 P 杠 F i m P 杠 F 百分之十十嘛，m 等于十，i 等于百分之十。啊，这样呃查系数查完系数以后呢，是幺幺八四三点七二。 按照公式一来算的啊，按照公式二的话呢，就是把这空当这十个呢，给它补上十个五千，所以算二十个五千的限制，减掉呢这十个五千的限制。就是我们的结果。好，所以 P 等于 A 乘以 P 杠以百分之十二减 P 杠以百分之十，呃，查询以后呃算结果是幺幺八四五，呃，两种方法不同的方法算的结果有点误差是很正常的，呃，这个我也说了，考试时啊，他会给你设计好。 呃，你考试时的正确答案它是唯一的。呃，比如说他呃通过给定系数来限制你，限定你采用哪种方法。比如说他给你 P 杠 A 百分之十十，P 杠 F 百分之十十，那你就得用方法一啊。所以这个正确答案它是唯一的，这个大家放心。好，这道例题啊，它并没有写方法三，我来给大家写一下。 如果采用方法三，我们这个 P 应该是这样来的，应该用五千再乘上一个 F 杠 A，注意是算，呃，普通年民的终值，然后百分之十，十嘛。好，这是第一步啊，算到这相当于把这十个五千呢算到第二十年的年末了。 好，我们再回到零点，就再乘上一个，注意乘，这相当于是个 F 了。F 呢，乘上一个 P 杠 F，然后百分之十、二十，因为这已经在这笔钱已经在第二十年年末了，所以我们要乘以 P 杠 F 百分之十二十啊，乘以 P 杠 F 百分之十二十。好，这样也可以啊。三种方法大家都得会，这是我们介绍的教材例题一杠六。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呃，相关的练习题。这道题是咱们财务与会计二零一九年的考题，单选题。甲公司计划投资，呃，投资一个存续期为十年的项目。哦，少一个“个”是吧？投一个存续期为十年的项目。呃，其中前四年无现金流入，后六年每年年初现金啊流入两百万。 呃，那就是从，呃，第五年的年初就有二百万，大家一定要注意年初年末啊这样一个说法，这是年初，呃，后六年嘛，那就从，呃，我们前四年无流入，后六年每年年初，那就从第五年年初是吧，就有一个二百万，哎，大家找一找，呃，画一下，第五年年初它是前四年无流入，后六年嘛，前四后六吗？呃，那么第一笔是在第五年年初，它是后六年每年年初。 啊，前四年无流入，后六年每年年初现金流入，对吧？所以是从第五年的年初开始有钱了啊。那第五年年初就相当于是第四年年末啊，在这个位置两百啊，这叫第五年年初，一共是几个？六个，对吧？五、六、七、八、九，好了一共是六个二百。 你看，这是第一年年初，第二年年，第三年，第四年，这是前四年，这是后六年。好，这样一画就非常明确了吧？就是我们相当于是 a 是多少啊？a 是两百万，然后 i 呢是百分之六，m 呢很显然等于三，就是说 m 加一等于四，所以 m 等于三。然后，然后这个 n 呢，当然等于六。让我们求谁呀、啊？让我们来求。 限值 P，对吧？好，那你选择哪个公式来算呢？要看它给定的系数。它给定了 P 杠 A 百分之六六，还给了一个 P 杠 F 百分之六四。好，那我们想到第一个公式，对吧？那第一公式，呃，我们是先把这六个两千两百啊算到这儿，对吧？第一公式我们算按普通算法是算到这儿了，算到三这个时间对吧？那你应该再乘以 P 杠 F 三。 才能是我们的结果呀、啊，但是很遗憾，它并没有给我们 P 杠 F 三，它给的是 P 杠 F 四，所以呢，我们要先把这六个二百呢算到四这个时间，哎，你才能够好再乘上 P 杠 F 四找答案呢。所以它给定的系数啊，就限定了我们采用什么方法，那就是说，我们要把六个二百呢算到四这个时间，注意。 呃，第四年末就有一个二百，所以这2二百算到四这个时间的话呢，相当于算预付年金的现值，而预付的现值呢，它是用呃同期的普通现值再乘上一加 i 来的。好，因此我们的结果啊是这样，它应该等于我们先算预付现值，就是把六2二百算到这儿嘛，预付年限制，所以二百乘以一个 P 杠 A 百分之六六。 再乘上一个一加百分之六，按照预付三限值吧。哎、呃，再乘上一加百分之六，这样的话呢，就把利息二百算到哪了？算到四这个时间点了。然后再往前折四年，是不是折四年？好，折四年，他给了一个 P 杠 F 是百分之六四嘛？所以只要用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我们再乘上一个 P 杠 F。 百分之六四，好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结果，答案就出来了。好，因为它给了系数限制，我们就这么来做嘛。其实本来你算到第三年年末，呃，是比较简单，是吧？呃，就是再乘上 P 杠 F 四，但是很遗憾，它没有给 P 杠 F 三，所以我们就把这六万八算了，算到四这个时间，呃，再乘以 P 杠 F 四，这样就利用它的材料来找答案了。 好，那大家按这样来算一个结果吧，我们看一看，就是二百乘以 P 杠一百分六，66, 再乘上一加百分六，就算到了第四年的呃年末了。然后呢，再去乘上 P 杠 F 百分之六四，呃，那就是我们要的结果。这样的话呢，查系数以后啊，是八二五点七四，八二五点七四呢，我们答案是选择 C 是对的。好，答案是 C，这一道题。 是咱们二零一九年真题考的还是蛮灵活的，答案选 C。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道单选：本公司预存一笔钱，利率是 i，从第六年开始连续十年，可在每年年初支取两百万，则预存金额的计算正确的是？哦，那就是说从第六年年初，我们。 呃，这个发生了，每年年初是二百，让我们求限值嘛。大家找到哪个是第六年年初啊？呃，第六年年初就是第五年年末，所以你要找到一画画时间轴吧，就在这儿，这儿呢就有一个两百了。然后一共几个两百啊？一共是，呃，连续十年是吧？呃，要每年都是二百，那有十个二百，好。 这十个二百，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个二百到哪一年呢？啊，你看我们给它画齐了吧？这是七，这是八，这是九，这是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一共是后面是十个二百，注意是十个二百。 所以到第十四年年末了，好，呃，那这样的话呢，呃，我们就能看到它是一个递延年金，对吧？其中 m 呢等于四，因为 m 加一等于五啊，所以 m 4, 等于四，n 呢等于十，然后 a 呢是二百，利率呢是 i 是吧？让我们求求什么？求限值 P，这就是递延年金求限值啊，这边只有一个是。 呃，只有一个选项是对的。我们看看 A，二百乘以 P 杠 Ai 十，A I 10, 那就是把这十个二百呢，按照普通算型，那当然算到第四年年末了。既然算到第四，这个是到第四年年末了，那你应该乘以 P 杠 F 四才对呀、啊。它乘的是 P 杠 Fi 五，5, 所以 A 呢错误啊，A 错误。再看 B，二百乘以 P 杠 Ai 十，A I 10, 再乘上 P 杠 Fi 四，F 4, 再加一。 这当然是不对的，呃，这个 B 呢，呃是错误的。我们再看 C，二百乘以 P 杠 I 十，10, 再乘以 P 杠 F I 四，4, 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先折到这儿嘛，然后再乘以 P 杠 F I 四，4, 所以这个 C 呢是正确的啊，C 正确。当然 B 呢是错的。再看 D，二百乘以 P 杠 I 十，10, 再乘以 P 杠 F I 五，再减一呢错误。好了。 这样就很明朗化了。A 是错的，B 呢也是错的，C 呢是正确的，D 这个 D 呢是也是错的。所以 A 错，B 错，D 错，C 正确。我们答案呢选择 C。好，这个题我们答案选择 C，选 C，选 C 是对的。好，答案是 C。好了，这是这道的选题，大家看一看解析。求第一零零限值，我们选 C。 好，那再来看一道题，单选题。某年金在前两年无现金流入，后五年每年年初发生，呃，流入三百万，则该年金按照百分之十的利率折现的现值是多少万元？好、哦，也是最好画一画这个时间轴。那么我们第一个三百啊，是在第三年年初，因为它是，呃，前两年无流入。 后五年每年年初，呃，那后五年前两年没有钱，后五年呢是从第三年的年初开始嘛，前二后五是吧？第一个是从第三年年初，第三年年初就是第二年年末，所以这儿呢就发生了资金资金的一个流入了三百，那一共是五个三百，对吧？三、四、五啊，这个画的并不是很标准啊。 那就是五个三百，就是这样吗？这样的话，就是大家知道，m 等于一，对吧？n 等于五，这是第一年金啊。让我们求限值。好，我们来对照一下，只有一答案是对的。A，三百乘以 P 杠 A 百分之十五啊，把这个五个三百按照普通算限值算到一这个时间点了，是吧？这个知到一点至到一点再乘以 P 杠 F 百分之十一，哎，这个 A 对了。 因为这个四这五个三百先算到这儿嘛，再乘上 P 杠 F 百分之十一，就到这个位置了。所以 A 呢是正确的，那其他的都是错误了。你看 B，三百乘以 P 杠 a 百分之十五，再乘上 P 杠 F 百分之十二错了。三百乘以 P 杠 F 百分之十五，呃，三百乘以 P 杠 F 百分之十五，再乘以 P 杠 a 百分之十，这个不对呀、啊。 D 三百乘以 P 杠 F 百分之十五，再乘以 P 杠 F 百分之十二，当然是不对的。所以呃，只有 A 是正确的，B、C、D 都是错误的。那答案呢？选择 A。好，这是这道题目啊，答案是 A 是正确的。三百乘以 P 杠 A 百分之十五，再乘以 P 杠 F 百分之十一。好，A 是正确的。 我们选 A，这道题我们讲完了，是求递延年金限值。好，呃，以上呢是给大家讲的第三类年金啊，它的限值的计算，就是递延年金限值，非常重要，大家掌握三个公式。那么最后一项年金呢是永续年金，我们来讲它的限制，它永续年金没有终止，但是呢它有限值。 它的公式很简单，经过推导就是 P 啊等于 A 除 I。呃，这个公式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大家来看一看。呃，是这样的，第一个 A 呢，在第一期的期末，注意它的条件是第一个 A 啊，在第一期的期末，呃，比如在第一年年末，然后就这样呢，无穷多个 A，就是 n 趋向无穷大嘛，n 趋向无穷大。 好，就是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推导出来 P 等于 A 除 i，大家一定要注意公式的适用条件。怎么来的这个公式呢？呃，大家可以理解为是 n 趋向无穷大来算普通年金现值嘛？这不是第一个 A 在这儿吗？第一期期末当然是普通年金是吧？只不过它不是我们，呃不是我们真正的普通年金。 对吧？因为我们前面讲普通年金，它这个 n 是有限期的，对吧？而我们这个 n 趋向无穷大，我是说呢，把它看作是 n 趋向无穷大的普通年金，它其实不是真正的普通年金，因为我们前面讲普通年金是个 n 是有限期的，呃，只是说可以把它看作是 n 趋向无穷大的普通年金，是这样来理解的。好，把它想象成 n 趋向无穷大的普通年金，那么代入普通年金的公式。 呃，普通年金的公式，呃、那就是 P 等于 A 乘上一减一加 i 的负 n 再除以 i，对吧？好，那就是一减一加 i 的负 n 次方再除以 i 嘛。好，我们变形一下啊，A 除 i，呃，它们在左边，右边呢？ 再乘上一个一减一加 i 的负 n 嘛，就一加 i 的 n 次方分之一，对吧？好，现在令 n 趋向无穷大，当这个 n 趋向无穷大呢，这个分母一加 i 的 n 次方当然是趋向无穷大，然后分子是一，对吧？分母是趋向于无穷大，那分子是一，所以这一项呢近似为零。 就当 n 趋向无穷大的时候，哎，我们一加 i 的 n 次方分之一啊，其实是近似为零。那这一项看作是零的话，那就是 a 除 i 乘上括号一减零，0, 近似看成零嘛，近似为零嘛，所以就是 a 除 i 乘上括号一减零，0, 那就多少 a 除 i。好了，这就是我们的公式。所以这是我们学到现在呢，呃，最简单的一个年金限制的公式了，a 除 i。 好，我们就是这么推导出来了啊，就是 P 等于 A 除 i，就是当我们第一个 A 啊，在第一期期末的时候，n 趋向无穷大，永续年金它的限值呢，就是用年金 A 再除以折现率就好了，A 除 i。好，再次强调，咱们用这个公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条件，它是适用于第一个 A 在第一期的期末，n 趋向无穷大，你才能够用 P 等于 A 除 i。 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一定要记住。那如果考试很灵活，说这儿加上一个 a，这儿加上一个 a，它也是有限定的。呃，那么你计算限值，你就要分两部分了，就是这个地方的 a 呢，它的限值就是 a，对吧？那后面的这些不就可以用 a 除 i 吗？呃，所以结果是 a 加上 a 除 i。就我说这儿多一个 a 的时候是这样算的。好，大家灵活处理。 呃，这个公式 P 等于 a 除 i 呢，是适用于第一个 a 在第一期的期末，n 趋向无穷大，这样一个条件下。好，切记啊，每个公式它适用的条件。这就是我们介绍的永续年金啊现值的推导公式。推导，好、啊，公式 P 等于 a 除 i，比较简单。好了，这是我们第四类年金的现值的计算公式，我们讲完了。那么我们来看，呃，这一道例题一杠七。 是介绍我们永续年金现值的。呃，贵国华侨吴先生想支持家乡的建设，特地在祖籍所在的县啊设立奖学金。奖学金呢每年发放一次，奖励每年高考文理科状元各一万元。呃，吴先生非常有爱心，那就是说，呃，每年要拿出来两万，呃，作为状元的奖学金。 奖学金的基金呢、啊，保存在该县的银行，银行一年的定期存款利率呢是百分之二，则吴先生需要投资多少作为奖励基金，才能保证这一奖学金的成功运行？也就是说，吴先生将来往里放多少钱，那么以后呢，每年都能拿出来两万，这年金，而且 n 趋向无穷大，就他的爱心永放光芒。也就是说。 我们知道年金 A 啊是两万啊，已知年金 A 是两万，注意它是一个永续年金，因为它要设立为一个永续的奖学金基金嘛。然后呢，i 是等于百分之二，让我们求什么？求 P，注意 n 趋向无穷的，就这个意思嘛。那。 我们这个，呃，这个每年发放一次，呃，第第第一个 A 呢是在第一年的年末，所以这个 P 啊就等于 A 除 I，就是两万除以百分之二嘛。好，两万除以百分之二的结果就是一百万，一百万就是我们答案嘛。就是吴先生只要往里放一百万，按照利率百分之二，当然是复利计息了。 呃，以后每年都能拿上两万，而且 n 趋向无穷大，这就是答案是存入一百万作为这个基金，然后就能设立一个永续的减税金，啊、呃，这个基金。好，这道题呢我们讲就是、讲永续年金限值。好了，这是我们介绍的呃第四类年金它的一限值。这样的话呢，呃，我们讲年金限值篇啊，我们就已经讲了。 四类年金的限值，普通年金限值、预付年金限值、递延年金限值、永续年金限值。呃，那么还有两个跟我们年金，呃，时间价值计算相关的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年偿债基金；第二就是年资本回收额。呃，年偿债基金呢是跟求年金终值相关；年资本回收额是跟求年金限值相关。好，我们先看。 呃，第三个大问题就前面讲的是年金终值、年金现值。下面看第三个大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年偿债基金。什么叫年长债基金呢？就是为了在约定的未来某一个时间点偿还某一笔债务，就有一笔债务将来到期。那我现在为了偿还将来到期债务呢？呃，我等额以普通年金的形式，呃，我来。 来这个建立这个偿债基金，就是我普通年金形式是吧？我每一年，呃，你年末往里放多少钱，这样的话呢，呃，就能够偿还 n 年以后到期的债务，呃，这就叫年偿债基金。就问我们用来偿债基金是多少呢？啊，注意这个年金是普通年金。好，那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知道。 F，呃，就是普通年金这个 F，让我们求那个 A 呀、啊。你看，这就相当于是已知 F，就将来到期的债务嘛。然后呢，利率 i，当然还有 n，对吧？还有 n，已知 F、i、n，让我们求什么？A。当然，这个 A 呢是普通。 年级，那这个好办，我们知道 f 等于什么？a 乘上 f 杠 a i n 是吧？f 等于 a 乘上 f 杠 a i n 嘛，所以我们就来求 a 就行了吧？好，大家看一下推导，呃，根据 f 等于 a 乘以 f 杠 a i n，呃，可以知道 a 等于什么呢？a 这个 a 呢等于 f 除以它，f 除以 f 杠 a i n。当然，你也可以写成是 f。 再乘上一个 f 杠 a i n 的倒数，也是一样的。我们把这个 a 呢叫什么？呢？叫年偿债基金。哎、呃，它叫年偿债基金。好，为了偿还将来到期的债务，我们设立的偿债偿债偿债的基金嘛，叫年偿债基金，就是 a a 就是年偿债基金。 所以我们只要用 f 去乘上 f 杠 a i n 的倒数就可以了。那么其中我们把这个 f 杠 a i n 的倒数呢叫什么呢？叫长债基金系数。求长债基金的系数嘛？长债基金系数。但是我也说了，考试是它只会给你普通基金的系数，它不可能给你其他的系数。所以你只要用 f 杠 a i n 在倒数再乘以 f 就好了所以。注意，f 杠 a i n 的倒数叫长债基金系数。 那当然，偿债基金系数和年金终值系数二者互为倒数，这是肯定的。好，年偿债基金啊，就知道 F，让我们求 A。好，下面我们来看，呃，教材的举例。一杠八，8, 徐先生准备五年以后还清一万元的债从现在起每年年末等额存入银行一笔钱，假设银行利率百分之十。 则徐先生每年需要存多少好？好，那就是 F 等于一万，F 等于一万，i 呢是百分之十，n 呢当然等于五。让我们求，呃，每年年末等额存的钱，就是普通年金的那个 A 嘛。好，这个 A 呢叫偿债基金，所以 A。 按它来进行定义公式的话，我们用这个一万是吧？用这个一万 F，再乘上一个 F 杠 A 百分之十五的倒数，那就是呃百分之十再除以一加百分之十的五次方减一，因为 F 杠 A 百分之十五啊，就是一加百分之十的五次方减一再除以百分之十嘛，再倒过来呢。 那就是百分之十再除上一加百分之十五再减一，是不是？这个是按定义公式来算，当然可以。的。呃，另外呢，我们按系数来的话也可以啊，就是呃，直接用这个 F 一万再乘上一个 F 杠 A 的倒数，F 杠 A 的倒数其实你可以写成 A 杠 F，A 杠 F 就是 F 杠 A 的倒数嘛。好，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这个，呃，一呃 F 杠 A 分之一。 常债基金系数也可以表达为，就这个，也可以表达为是 A 杠 F i n，A 杠 F i n，就这个求常债基金啊，相当于已知 F 就 A 嘛。我们说已知的在分母上，求的在分子上，所以有 A 杠 F i n，A 杠 F i n 就是常债基金系数，它等于什么？F 杠 A i 的倒数，这个大家需要清楚。但是我建议同学们在。 考试时啊，呃，其实你就可以直接就理解为 f 杠 a 的倒数完了嘛，因为它不会给你这个系数，它只会给你 f 杠 a 的系数。好，这大家注意一下。所以呢，我们一万乘以 f 杠 a 百分之十五的倒数，就相当于一万乘以 a 杠 f 百分之十五。好，那你就查 f 杠 a 百分之十五多少嘛，然后再倒数是吧？再乘以一万，那答案是一六三八就可以了。好，这、就是我们。 呃，为了还清五年以后的一万元债呢，呃，我们从第一年年末开始，呃，每年要存入一千六百三十八，这样，呃，存五存五个一六三八，呃，就是我们这个将来的终值就是一万元，注意利率是百分之十。好了，这是我们一个求偿债基金的一个教材例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以上是讲了年偿债基金，下面讲年资本回收物。 年资本回收额，什么是年资本回收额？是指在约定年限内等额回收初始投入资本的金额。就像大家呢，按揭贷款买房，很多人选择的都是等额本息。呃，只不过呢，我们是每个月计一次息，是吧？我们叫月供嘛，对不对？好，那相当于，比如说你贷了银行一百万，然后贷十年，是吧？ 你十年呢，就是，呃，一百二十个月，呃，每个月都还一样的啊，等额本息。那知道这个 P 是吧，限制什么？我贷上一百万，又知道这个利率当然是月利率，是不是？然后期数呢是一百二十个月，一百二十七。呃，那么来求什么？来求那个 A，求 A 是多少？这不就是已知 P 求 A 吗？我们把这个 A 叫什么？叫 呃，年资本回收就比如说站在银行的角度，我放出去一百万，对吧？我等额本息的回收，那这个 A 叫资本回收大家就好就好懂了吧？好，所以我们说年年，我们说年资本回收额是在预定的年限内等额回收初始投资资本的钱，其实其实就是知道 P 求 A 就行了。好看公式推导，P 等于 A 乘以 P 杠 A n，这个是前面讲过了，所以。 呃，来求 a 的话呢，就是拿 p 啊除以 p 杠 a n，所以 p 除以 p 杠 a n 就是 a 嘛。当然，你可以写成是 p 再乘上一个 p 杠 a i n 的倒数，哎、呃、，p 乘上 p 杠 a i n 的倒数就是 p 除以 p 杠 a i n 嘛。好，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 a 呢就能够算出来了。 这个 A 叫什么？A 叫年资本回收额，哎，叫资本回收额，是拿现值 P 去乘上年金现值系数的倒数。好，这个 P 杠 A 年金现值系数，那么这个 P 杠 A I N 这个呃倒数，我们把它叫什么呢？叫资本回收系数，它是求资本回收额的系数嘛？所以资本回收，呃，资本回收系数啊，就是我们年金。 现值系数的倒数，所以，呃，又一对互为倒数，就是，呃，资本回收系数和年金现值系数互为倒数，或者说二者相乘等于一。到目前呢，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么几对互为倒数：复利终值系数与复利现值系数互为倒数；那么，偿债基金系数和年金终值系数互为倒数；资本回收系数和年金现值系数互为倒数。好，这是求。 呃，资本回收额。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教材一杠九。某企业取得一千万的贷款，需要在十年内以利率百分之十二等额偿还，则每年应当支付的金额是多少元呢？好，那就知道 P 是一千，然后呢，n 是十，利率是百分之十二，然后问每年应当支付金额多少？当然，它是求普通年金。 好，已知 P 等于啊一千万，然后，然后这个 n 呢是十，利率 i 呢是百分之十二，让我们求 a，当然 a 是一个普通年金，其实就是资本回收额啊，就是资本回收额。 好，呃，那么我们就用这个 P 啊，去乘上一个年金现值系数的倒数，呃，所以我们可以这么来算啊，P 等于一千，再乘上一个 P 杠 A 百分之十二，然后十它的倒数，啊，P 杠 A 百分之十二十倒数，再乘以一千万，就是我们这个 A。 那考试给你 P 杠一百分之十二十嘛，再倒数再乘以一千就完了。这个结果是一七六九八四九。咱们教材呢是用的是定义公式，因为这个 P 杠一百分之十二十，呃，就是一减一加百分之十二的负十次方再除以百分之十二。好，那你再给它倒过来呢，就是百分之十二除以一减一加百分之十二的负十次方，是不是一样的？这是按照定义公式来算。 我们这个年金 A，好，这是我们这个例题一杠九啊，讲了资本回收额的计算。好，我们来看一个相关练习题。这道题是一道单选题。某一项银行贷款本金是一百万，期限是十年，利率呢百分之八，每年末等额偿还本息，则每年偿还金额的计算式。 是哪个表达式？好，那就是说，我们知道 P 一百万，n 是十十年，利率是百分之八，让我们求那个普通年金 A 嘛，那就是资本回收，就放出去一笔资本，呃，其实资本回收的含义就是我们呃投出去一笔资本，然后呢等额本息收回来，那个回收额是多好，就这个意思。 呃，所以我们拿这个一百呢，再乘上一个 P 杠 A 百分之八十的倒数就可以了。好，我们看看哪个对呢？说 A 是拿一百除以 F 杠 A 百分之八十，这当然是错误的。B 呢，一百乘以一加百分之八，呃，再去除以 F 杠 A 百分之八十，错误。好，这个 B 也是错的。然后 C。 一百乘上一加百分之八，再除以 P 杠 A 百分之八十，这当然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是一百再除以 P 杠 A 百分之八十，这样就对了。所以 C 呢也是错的。那 D 当然是正确的。所以 A 错，B 错，C 错，我们这个 D 呢是正确的。我们答案选择 D，我们要选择 D。好，这道题。 答案是 D，用一百除以 P 杠 A 百分之八十就是我们的结果，这就是我们求资本回收的问题啊，选 D。好，这是这道单选、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个题目，呃，是一道单选题，把前面呃所学都来一个总复习。就是我们呃到这儿的话呢，其实已经把我们年金呢它的这个终值现值呃计算呢讲完了。 呃，相当于讲年金终值篇，年金限值篇，还讲了偿债基金资本回收额，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考点二，呃，终值、限制计算呢，我们都给大家讲完了。下面来通过几个题目来再来巩固一下啊。我们来看一看，呃，下列各项中与普通年金终值系数互为倒数的是，那当然是选偿债基金系数。我们答案选择 C，好，它俩是互为倒数，好，比较简单。 呃，再看咱们财务会计一八年真题，下列关于货币时间价值系数的关系的表述中，正确的有，系数的关系的表述中正确的有，A，普通年金终值系数和偿债基金系数互为倒数，哎、呃，这个是正确的，他让我们选正确的嘛，所以 A 的表述啊是对的。B，呃，复利终值系数和复利现值系数互为倒数，OK，正确的。 C 复利终值系数和单利限值系数互为倒数，这个就错了。我们单利终值系数和单利限值系数确实是互为倒数的，呃，但是他说的是复利终值系数和单利限值系数，数当然是，当然二者是没有动数关系的，所以 C 呢是错了。好，A、B 正确，C 错误。我们再看 D，单利终值系数和单利限值系数。 呃，互为倒数关系，这前面讲过了，这是对的。好，再看 E，普通年金现值系数和普通年金终值系数互为倒，呃，这个不对，二者没有倒数关系。好，这样的话呢，A、B 正确，C 错误，然后 D 正确，E 错误，所以答案选择 A、B、D。好，这是一八年的考题啊，选 A、B、D。综合来考前面内容，选 A、B、D。 好，再来看一道题，是二零二零年财会会计的好题。下列各下列关于各项年金，关于各项年金的表述正确的是，好哪一些是对的呢？好，A 预付年金与普通年金的区别，它说仅仅在于收付款的时间是不同的，这个是对的。我们普通年金，呃，从第一期期末开始。 收付，而预付呢，从第一期的期初开始收付，所以二者的收付款时间是不同的，所以 A 呢是正确的。我们再看 B，普通年金终值是每次收付款复利终值之和，哎、呃，这个是对的嘛？我们在推导这个公式的时候，也就是利用我们复利终值来推导的呀，啊，所以 B 的表述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 C，永续年金无法计算终值。呃，这个是正确的。永续年金没有终值嘛？它 n 趋向无穷大，没有终点，当然就，呃，没有终值。所以永续年金无法计算终值，这句话是对的。好，这是 C。我们再看 D，递延年金无法计算现。 这个错误，递延年金可以算现值啊，我们三个公式啊来算现值啊，所以 D 错误啊，D 是错的，啊，我们这个 A、B、C 都是对的，呃、啊、，D 是错误。我们再看 E，递延年金的终值和普通年金终值计算方法一样，哎、啊，这个是对的，呃、啊，递延年金终值跟递延其实没关系。好，这样的话呢，这道考题啊，就是 A 是对的，B 是对的。 C 呢也是对的，呃，D 呢是错的，E 呢是正确的，所以我们答案选择是 A、B、C、E。这道考题选 A B, C,、e、B、C、E 是二零二零年的考题，啊、呃、，D 错了，这是对前面一个总复习。好了，这样的话呢，呃，我们就把呃咱们第四节的考点二就给大家讲完了。 就是终值和现值计算，这个内容比较多一些，而且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主要讲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复利终值和复利现值，也就是一次性收付款项终值和现值，这是最基本的时间价值计算。那介绍了复利终值怎么算，复利现值怎么算。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年金，呃，时间价值计算题，我们介绍了四个部分。 呃，第一是年金终值，我们讲了三大年金的终值，普通、预付、递延。啊、呃，接着年金限值，四项年金的限值，普通、预付、递延、永续。第三个问题是年长债基金的问题，第四个问题是年资本回收额的问题，啊、呃，这就是第二大部分年金的中限值。好，这就是我们整个第四节的考点二啊。 中值性质计算呢，我们介绍了两大部分，大家多做题。好，同学们，以上呢是我们介绍的是，呃，我们第一章的第四节内容，货币的时间价值啊非常重要。我们讲两个考点，第一个呢是货币时间价值的含义，第二呢是中值和性质的计算。好，这是我们第四节。好，第四节内容我们就介绍完了。